这是 Plancha， 就是离我们乘渡轮返回 Nova Scotia 的一个港口的城市。我们乘船是在 Argentia， 这个是叫 Plancha。那么他们两个趟呢相距很短的几公里的路程。阿金夏虽然是渡口，但是它几乎没有什么这个居民的住宅，因为已经成为工业，过去是军事基地，现在已经成为了工业上的住宅。所以说那个 visitor center 就是旅行中心，他推荐我们到这样一个镇来，他说里面那个才是这个地方才是一个旅游的一个景点，所以说我们就来到这里。这里有个叫Castle Hill， 就城堡山。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城堡山上，向下观望。那么下面这个就是这个 Plancha 镇。你看它这个两边都靠着山。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了当时这样的一个情形。有些个别的有些游客也来到这里。站在这个小山坡上，我们会感到海风还是很强劲的。对面就是大西洋。那边那个公路就是刚才我们开过来的。所谓历史遗迹，这个小镇曾经被殖民主义者侵略，有英国人，他们在1690几年的时候来过，被当地人曾经抗击过，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还有一些炮台，这两个炮口正对着这个水道。侵略者一定是沿着水路水道进来的，所以这两个炮台瞄着水道。然后现在就是360度录下这样一个景象。好了，现在360度。